夺回鸡蛋。鸡哥哥为了孵蛋已经不吃不喝整整两天了。你又不是母鸡，一只公鸡孵什么蛋？疼死我了！看来只有夺回鸡蛋才能让鸡哥哥恢复正常。行动，鸡哥哥快来呀、这里有你最喜欢吃的面条哦。居然不理我，再不出来就要被我吃光光了。快停下，我们全家人的晚饭都被你吃光了。看来美食对鸡哥哥没有诱惑力，还是得看我的。古有对牛弹琴，今有对鸡跳舞，这是什么操作？ No， 这不是跳舞，而是斗鸡。我要激发鸡哥哥身体里的斗志，把它引出鸡窝。哎呀，我的屁股！你果然激起了鸡哥哥的斗志，可是他不挪窝也能啄你。还是看我的吧，哥哥哥，我是一只小母鸡，让我来帮你一起孵蛋吧。鸡哥哥动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鸡哥哥说他没眼看呢。看来得出绝招了。阿欢，我上！好机会。鸡哥哥可算是恢复正常了。